如果经常待在树林和公园里面，就有很多树林里面，然后呼吸那边的空气，那么体内的 NK 细胞的含量还有它们的活性会提升大概50%左右。中国台湾的研究是选了100个普通的人，就每天做办公的一些工作，还有100个跟林业有关系，就天天待在树林里面，林业里面的人他们的这个 NK 细胞的含量高于普通的人50%左右，所以他们也会更少出现一些生病感染肿瘤的这些情况。只需要2个小时左右待在树林里面，然后 NK 细胞含量和活性会提高，然后会维持大概在7天左右，所以差不多1周1次，你只需要去公园或者去树林里面数横。 NK 细胞有2个开关，一个是变身开关，杀伤细胞活化受体 CAR， 有了它，NK 细胞就能化身成超级赛亚人形态，杀得癌细胞片甲不留。而另一个是停止开关，杀伤细胞抑制受体 Cure， 则能使 NK 细胞从超级赛亚人状态恢复到普通细胞的样子，防止误伤正常细胞的同时也失去了攻击能力。推荐阅读 NK 细胞历险记，如何成为消灭癌症的第一细胞。相信随着我们科技的发展和进步，来自人类的智慧终将帮助免疫细胞在与癌症的这场战争中画上胜利的休止符。 King Shan Chai Chen Bai Blockade of the checkpoint receptor TGF prevent central cell exhaustion and elicit spontaneous anti-tumor immunity J Nature Room